边停光下来。我刚没有停。快点，来给你看，看好，看见没有？啊，看到没有？请问我们违反了哪一条？继续说。你已经违反《相关管理法》第五十条，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情况下依法作出的决议和规定。现在请你配合我们的疫情。那你们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现在收拾好东西，然后到楼下去进行隔离。那对啊，我们可以有异议吗？就是说，我们听到你们这个，我们可以有异议吗？它的流调跟我们的流调哪里有相同的了？让我们必须非要去到隔离。收拾好东西，执行政府在紧急情况下依法做出的决议和规定，听清楚了吗？来这边，什么地方不是在打仗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听得懂，将发方里这听得懂，听啊。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，你们现在是违反了法律啊！叫你们配合，如果不配合，我们公安机关将强制执行，可听得懂？听得懂吗？可收懂。